都看牌想要玩啥吗？反正你二之一就想办法上球啊！你从打野第一轮打野开始就想着要怎么上球，上到九你就赢了。然后你要看那个你那个拉比节奏慢不慢嘛？一些人想要玩四飞阵，一些人想玩三飞阵，没人跟你卷九五，你就可以慢慢来。有人跟你卷的话，就要比谁钱多。你钱输，你的同行就死了。啊，明天可以看几点几趴？Google 吧，战旗哪边可以看几等几趴？啊，搜那个 TFT Level R 的就应该会有。红树还是红色的，感觉惊叹号唢呐，我的喉咙开始有点痛了。OK， 惊叹号唢呐。Hero， 有超粉欸。I need a hero。好像是有看过买 Hero 买 Boss 吗？买 Boss 买 Hero， 迪苏可、纳米。Hero， I need a hero。在演什么？黑道老大吧，跑去上学，剩下的就没什么印象了。超粉没比较强吗？还好吧，塔里克冰甲还好吧。坚定不移的心可以叠加吗？可以。Hello。No, no, no, to be strong, it's gotta be hard. I need a hero. 可以叠加吗？抱歉，没听到。那我为什么要跟你讲呢？老子在讲话，还敢不专心啊？自己去问同学。Hero， 你说你要去哪？罗德姆坦装比较不推荐合的吗？
石像鬼板甲，新版本的东西都比较强。哦，现在你的前排也不可能单顶，你有触手。好，九五会厉害的话，大部分都是前排能顶。板甲也很废，对啊。新版本的道具都还不错、啊，那个什么红 B， 还有那个什么 ，Oh no！ 坚定不移之心，都还不错。斗士好一点。秦之刚，对啊，新出的两个道具都很 OP。我的天选是前排啊，感觉放尼可其实也可以。六等的话才能开出超粉。那这边坦肯奇比尼可强，尼可是后面可能会不错。还不错，二分之一赢了。三娜，假装要拿三娜，其实要拿这个。雄之雄心之刚被心之刚是被女权出了才改的吗？应该是简称吧。在那里真热，杀武士。哦，三大能不能对起来？你对起来的话，我就可以再留一张牌了。反正三大对子感觉可以帮我上等。真的不两眼赢一场吗？有没有在耍废的？有点强，有点强，有点强，有点赢不了。得得得得。升六，还二十四小时吗？没有啊，一千订阅就开啊，还没有一千订过，六等，哼，他也没有胜败关系，感觉超亏的呢，我感觉是有点亏。
如果这边是四连胜，感觉就那还行，亏亏的感觉。我们如果就是逆命就好了。快点！这样。对起来，所以是对起来的这张。哎呦！拆个天运什么时候出啊？一博还行。光哨的感觉可以拿，所以没有光哨。感觉拿了变弱了，拿了什么羁绊都没了。那换一只露露，用吧，就对着就好。这边看什么时候进山那吧，不然我没办法留牌。来从这边开始打连败呗。Are you? 猪虎料，这样的过渡就很舒服了，这个商店旧了。先预约世界冠军的呢，我不贪心啊 ，Vegas 让我冠军就好了。拿铁 Vegas 拿冠军，一路修到 S11， 十万美够我用一季了。我们就 S11 再见了。祝我拿冠军吧，你们会帮我加油的吧，就在下礼拜五六日 Vegas 冠军，然后我们就四个月后见咯。 Why nothing but a mistake, tell me why I wanna leave you say
绿茶，你一定可以的。Oh no！ 我本来觉得我可以，现在觉得好像不行了，好像怪怪的呢。有现在播的歌单吗？八八折歌单，需要聊天室惊叹号的歌单之类的吗？阿科苏巴克斯的歌单，And a mistake. Yeah, you say. Only that way. Nothing but a mistake. And nothing but a mistake.嗯嗯 Nothing Tell me why Mistake Tell me why Yeah you say 怎么有 Soju 你也可以叫爵士拿铁 I want it that way 韩服不是有一千个 faker 吗好像韩服有一千个 faker 跟一千个海洋布许。巴拉巴，巴拉巴拉巴，巴拉巴拉巴巴。We will rock you. We will rock you. 巴拉巴拉巴，巴拉巴拉巴，巴拉巴拉巴拉巴。We will rock you.We will rock you. 好的啦。42血4败应该不会死吧。5-1死，然后5-2触发一波不出。看能不能中间赢一波。8块钱。西囊菇头军团盾还行，
但这个感觉杀不到怪。8块钱感觉还行呗。而这边就是希望四轮不要掉41血，能换到怪就很赚。F 好像炸了。太难过了，太难过了，要关台了。Oh my god, 我好难过。我好想再多陪陪你们。多想陪在你身边。还没炸，还没炸，我就按 LT 加 F4 啊，假装炸。哎呀，被踢掉了，洗干嘛差不多啊，很简单嘛。无上大师不关台，是武器不给我玩，我也很无奈啊。感受得到我的那个无奈吧。你们懂的吧，那个无奈感。谁？谁那么过分？助谁这么夸张哦？我感觉这首也经典。哇，好像要提早了一波了呢。等下能扣12就好吗 ？Everywhere you take, every move you make。I'll be watching you。达克斯的呀，有没有弱一点点的？感觉这三家我都得一波，血量差一点点，我血应该还可以。You belong to me。外观就可以转。九五卷木打零三西安，阿卡利加三压力正常吗？正常，现在九五就很强。哦，好像可以不用出发呢。Oh my god, this！
好像又会触发呢，好像赢了呢，哇，一波还不用触发哦，哈个哟，那钱已经够了，不不不不，留一个容错也是好事啊。And you see, you belong to me. 嗯，反正你没遇到我。人生如醉。我这边也不用那么急，还有那个一波，还好前面没被打出来，这边没有五飞天选。我只有五飞天拳可以用了，那放阿卡莉，还好我是这一轮没放。压天选不考虑吗？嗯，感觉索纳跟希格斯跟这个都可以拿，然后那边钱很多啊，不太想要将就。嗯嗯嗯，可以拿吗？嗯，都可以其实。还硬感觉直接拿不太了，其他的应该都可以。
八个五。一路起舍不得卖。五飞今天喜欢拿什么都行，不挑。看能不能有纳尔吧，纳尔可以换一个。拿五是要尬什么好？魔豆，这就可以换魔豆了。但这个有除 damage。纳尔就补两个羁绊，反正就可以不要了。上等放纳尔，哎，这个对子有点太大，水银波尔吗？想要让弹他打中。查武士也可以当没看到，他就是一张好卡。王家卡里，我确实可以。酒桶有两个羁绊，纳尔有两个，斗士跟法师，法师没有那么重要，纳尔可以换酒桶。哦，一上涨到八点再低吗？看你要玩啥呀？要几点低就是看你要玩啥。对，上灯。老虎打不开正常吗？有些人台服坏了。砍中给同一个人吧，五二十二五三十，上等上一个纳尔就赢了，但不知道有没有加一等级。十四滴而已，感觉好像没有下一等了。低炸弹人吗？应该没有下一等，就算我思虑行事，不知道能不能飙，飙个纳尔，我怕那漏掉。没事，听说了。OK， 啊，找个纳尔吧，我的欧拉夫。可以选攻速吗？请看好索纳，如果路线组织是消耗吗？没那么强。
那你95就赢了，谁主 C 都一样，会不太一样，就打不赢对的主 C 的人，他是进我是那个吗？这不是我自己按的哟，教练是，这不是我按的哟。